是神儿女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把它唱出来好不好？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，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，世人从我们无从闻到天主的馨香之气，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，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，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，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向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平安入奇妙光明的王名者和可敬的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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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，神儿女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要彼此坚持相爱，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，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，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，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，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要活出爱的生命，世人看